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去完美国自驾游回来，总在幻想着，如果我能把那台大 V 八带回来就好了，那车又大，空间又很好使，用来家庭出行就非常棒了。当然我是知道，其实很多人去美国自驾的时候呢，一定会租一台 MPV， 一台 SUV， 因为车够大嘛，一家人去刚好够使哈。然后 SUV 我知道你们租的最多的肯定是雪佛兰的 Tahoe、 Suburban， 或者说 GMC 的 Yukon 等等的这些大 V8 的SUV， 对，那车真的超大。我们当时呢去美国加州自驾游的时候呢，也是租着 Tahoe 跟 Suburban 的哈。其实这些车通过雪佛兰、通过 GMC 呢，他们是没有正规进口过，没有通过这两个品牌进口过的。唯一一个他们的亲兄弟凯雷德是真的通过凯迪拉克进口的。其实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呢，不是说这台凯雷德开起来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当年有什么故事，不会。我其实真的想还你们一个心愿，到底当时如果你真的能把这种纯种美式 V8 SUV 带回来中国以后，会是什么感觉？会不会跟你在美国开的时候是一模一样那么美好呢？上车再说。这台车当年卖136万，记住了哈。其实6.2 V8 卖着100多万还算合理，因为你想想那个进口的关税在哪，所以可能在美国这个车相对来说容易接近，但是来到了我们中国呢，车价一定会高的。然后这一台车呢，如果用100多万的标准来衡量它的行驶品质，我跟你说它绝对不过关。为什么呢？特别它是在走烂路的时候，可能在美国租它拿来用的时候，很多路况都非常棒，整个高速给你的路面状态都非常的舒服。对，因为本来这台车的底盘还 OK， 然后它也是一个大 V8， 有了差不多400匹的马力，对，你开高速很爽的。但是你开回中国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走起来这车的行驶品质呢，就有点像是一台可能30来万的SUV， 差不多就那种感觉，就没有说我这台车100多万买回来它就很高档，开起来很舒服，就好像我开着一台奔驰 S 那样，真的不用想，它完全没有到那个状态。对，就算是按照当年的产物标准来说，我觉得它的水准呢其实是没有我们当时在美国租的状态那么好。因为你要知道，其实不同地方它的用车环境、路况、燃油的状态都不同，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开过来以后呢，你可能能享受的机械方面的就是这车 V8 自然吸气 6.2 扭矩有565牛米，你感觉这车开起来很冲，一脚油门下去，这个 V8 的声音就是好听，要的就这种效果。但是其实它很多地方呢都还是那种大大咧咧，你长时间接触以后呢，你会感觉到这车可能走烂路的时候车厢的共振很多，甚至异响慢慢也会增多，然后有些部件也慢慢会脱落。但因为这台车呢就不再是美国本土的车，因为它已经进口到中国了，很多零件呢你可能还得去等啊，然后又没得自己动手去修啊，然后这些车可能用起来呢使用的成本会偏高。当初我们去那边玩，想着租这台车，除了因为它是一台大 V8 自然吸气，还是一台全尺寸的 SUV 以外呢，我们还看中了它的空间。因为这个车呢其实有几个地方是挺吓唬人的，第一个就是中间这一块，因为你要知道这台车车宽已经是超过了2米，然后比平时我们租的七座 SUV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呢？因为它把多出来的车身宽度都用在这一块。那无论是这一代还是在下一代的凯雷德，你都能发现中间这个手枕真的是超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呢？这里面的空间两层都是，你如果把一样东西，比如说我的钥匙，比如说我的手机，或者说钱包，一些杂碎的物品，甚至是票据丢进去以后，你可能过几天会发现，哎呦不对，我前几天摆的在车里面的东西到底是谁拿了，不见了，找不到了。因为这里面就好像一个深渊一样，掉进去以后把东西混在一起找不到了，因为实在太大，然后你得去把每一件东西都挖出来慢慢找。哇，
那真是一个很繁琐的过程。但你如果是去旅游的话呢，拿的东西没多少，这样子的手枕很好用，很能放东西，所以我当时是很喜欢这一块的。而且呢，你的手机啊、证件啊都可以随便摆在这中间，非常的方便。还有这台车其实在国内呢是七座的设计，然后它的座椅布局是223，但是我们去旅游呢，租这么大的 SUV， 其实基本上就是只开两排，把它当做是一台四座车去用，因为第二排呢，其实坐起来的感觉就有点像是你坐着一台 MPV 的中排一样，可以非常的舒服。第三排干嘛呢？其实第三排真的不要坐进去，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一下我坐进去以后的效果，那第三排首先坐垫是非常的矮，就离地高度是非常低的，然后坐起来也不舒服，所以我觉得第三排没用。然后三排如果全开的话，你去旅游就不爽了。三排全开以后，那个尾箱超小的，但是你要记住，这一台车它的车身长度已经是去到了5.1米，汉兰达才多少？4.8米左右。对，就这样的一个车身差距，你不会觉得到底两台车有什么区别？因为三排全开，大家的尾箱都不能装，甚至这个尾箱会显得更小一些，就这种状态。所以我们去美国旅游的话，租到这一类的 SUV， 基本上第三排都是翻倒的，只把它当作是四座车用。而如果在国内我们这里用车的话呢，第三排也奉劝你真的不要坐人，因为坐了非常的不舒服，还不如两排开了。大家四个人享受一下这个车厢环境还好，对吧？对，所以当时看中的就是这些储物的位置。但说实话，我觉得无论是塔欧、凯雷德还是那个 Yukon 都好，其实他们赢在空间上面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它本来的车身尺寸就很大，整个车厢的容积很大，它就可以非常的放肆的随便挖个洞，我不需要整理的，挖一个洞它就能丢很多东西进去。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门板上面的储物格，其实利用率是非常差的，我摆了一个水进去以后觉得里面剩下的空间就很狭小，就是这一种感觉。所以不是说这个车空间表现很好，空间利用率很好，这赢的只不过是它的整个身材而已。其实这一些车呢，我觉得国内用起来能满足你一个很大的虚荣心的。因为什么呢？那就算旁边有个Q7 过去了，话说有个 ML 过去了，你都不用怕，就算是个 G Class 在你旁边过去，你都会觉得怎么那车那么小呢？看见这些轿车看起来就好像玩具一样。但如果你在美国的用车环境下面，你会遇得到有很多的大皮卡、全尺寸 SUV 啊，甚至比这个凯雷德还要更大的 ESV 啊，对，就那些车在你旁边过，你才觉得一切都是平起平坐。但现在的话，如果我找到一个视野跟我差不多的，恐怕也只有一台货车吧。超细部咧，其实这一台车里面的配置还蛮高的，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凯迪拉克车型才有，雪佛兰的、GMC 的都会有类似的配置。首先，方向盘，这个方向盘是电加热的方向盘，然后这一圈木纹我是超喜欢的，因为这木纹呢，我也就只有在凯迪拉克上面看得到，摸起来、用起来是挺高级的。2008年到现在，感觉依然是那么舒服。然后通风加热座椅有的，而且这一个加热呢，它是分两段式的，你可以单条靠背，也可以全段加热，所以你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坐着这一台车都会感觉舒服，第二排都有这一个加热的座椅的哈。然后它呢，其实如果你们在美国开过这些车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油门、刹车、踏板都是电调的，直接电调用起来，如果你觉得坐姿刚好，但是那个踏板好像不太舒服的话呢，你还可以通过这里去电调一下它们的角度。而因为这是一台美国本土的车，买这么大 V8 的排量，不是说我单纯看中车里面的空间，它 V8 的动力，还有这个车是用来牵引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牵个游艇啊，牵个哈雷的摩托啊，牵个房车都 OK， 因为它有专门的牵引模式，然后它们的换挡呢是在这个怀挡上面去切换的。其实只要你身处在北美的那种用车环境呢，你会理解它这些东西为什么这么去设计的哈。所以这些东西都有保留的，因为直接正式进口嘛，然后上海通用做一些本土化的标签，然后告诉你这个东西怎么用啊，点了一些配置，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状态。说实话，这个车里面呢还有一些神奇的，就第三排呢，它的座椅是我们可以自己去翻折了，然后变成一个行李箱， OK， 这个大家能理解。但是第二排的话呢，如果我们需要把座椅翻倒，其实都在这一块电条可以翻倒，所以如果第三排啊，我叫朋友去把它翻倒了，然后第二排如果它需要翻倒才能装东西的话呢，这里可以直接电条，因为座椅除了翻倒了以后还能自己往上折叠，
非常的方便。其实08年那附近呢，就豪华品牌都在强调着自己的配置内会，中控车机不像现在在讲的什么 CarPlay 好不好用，有没有什么多媒体播放 ACC 科技配置，那些不是讲这些的，当时讲的中间有块屏幕，哎，很高级了，然后这屏幕如果还带着 DVD 播放功能呢，哎，那更高级了。所以这个车呢是有个六碟的 DVD 播放功能啊，包括后排也是有个 DVD 的屏幕，你可以通过遥控来控制什么的之类。对，但是我觉得那功能其实是没什么用的，因为我开车我只能听声音，可能是听歌，可能是听听免提的手机，就仅此而已。这东西 DVD 对我来说我根本没法看，坐后排看的也会晕车，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当年大家会流行这东西。所以到现在你会发现车上没有什么车会跟你强调的我这车能看视频，对吧？其实当你买到这一些纯种的美式全尺寸大 SUV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还有个问题你得去面对的，就是它的体型了。每当我们回到停车场，回到自己的小区，或者说去旧城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体型是真的很碍事啊。因为可能你看得到它的车身尺寸可能看起来就跟一台 A6 啊跟一台 A8 差不了太多，对吧？但你在实际操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车盲区还真的是挺大的，开起来是有点笨重的，就泊位不太好泊啊。然后呢有时候你可能去到老城区的时候有些障碍物你也不一定能看得见，所以呢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跟美国用车条件环境不一样。因为你知道其实在美国用车，他们的车无论是 SUV MPV 还是皮卡，他们的体型都很大，如果我看到有个停车位我直接一把打进去基本上就进到停车位里面了，车也不妨碍着别人，一把进去不碍事啊。但是如果你在国内要停车的话呢，2米宽的车身宽度停进一个标准的车位，你下车很费劲，而且你要知道这个门板本来就很厚。所以如果你用着美式的用车习惯，你想要在中国用车舒服的话，可能你真的得配一个专属的车位才方便，然后你去的地方呢最好都是大街大巷，不然的话呢总会觉得开着这车出去太笨了，要不我长途再开吧，要不我出去另外一个城市再开吧，就这种感觉。所以这个跟想象的还有点不太一样，一切呢我们都得面对着现实来说。其实今天的结论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这台车能给到你的东西没有我们在美国租车的时候想的那么的美好，因为用车环境啊、条件啊、它的表现其实都不一样，就整个环境不一样的时候，就算你用同一个产品它也未必能给到你相同效果的东西。所以很多车企把产品拿进来以后呢都会做一些本土化的调整，原因就在这啊。其实这一台车呢其实是 GMT900 平台的车型来的，说实话它是老一款的车，当然新一款的它 Hold Suburban 还有凯雷德我都开过，感觉上面这两代的车型有点像是我们买丰田的 Alphard 的20系跟30系一样，确实行驶品质然后车厢里面的设计给到你整体的产品力呢是不同的。但如果你真的还是用着100万的要求去要求这款车能给你做到什么的话呢，我觉得它还远远没到你花100万去买的真正的 BBA 的小尺寸一点的 SUV 那么的舒服。但是它给到你的东西不一样啊，首先身材尺寸有啊，它是大 V8 大马力啊，而且呢这车给到你那种驾驶视野是很有满足感的。当然现在去买凯雷德也好买踏户也好，如果用到那个尺寸呢感觉就太小了，所以现在如果要买凯雷德的话呢，现在市面上给到你的都是 6.2 ESV 的那个加长的版本，就整个车大很多，那个气势才能出来。因为你知道现在每一年都在进步，所有换代的新车呢身材只会越来越大，所以ESV 才是现在真正的凯雷德，不然的话开车出来输了场面就不好了。